他们什么本没有的。憋死了！黑衣人干嘛？喂，等一下，门还没有开，门还没有。走，现在往前，往前直直走。走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门还没有。有门。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那边，夜边，夜边啊，无所谓了。对，好，下来哦。好。 好，黑衣人，请赶快去带他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这位蒙面唱将齐德龙先生在蒙面唱将的舞台上面，也是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则。男士洗手间请往左边。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，荣耀归来。这世界很酷。